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老师。今天我要教美中华语第八册，第三册第八课八之二的句子练习。八之二的句子练习，今天我们要来学元的用法。元就是 dollar， 好，元一元就是 one dollar， 五元就是 five dollars。你说张老师，我记得这个字应该是块钱吧？你常常说我有十块钱，或是我说小朋友你真棒，我给你五块钱，是不是块钱跟元是同一个字呢？没错，你可以说五块钱，也可以说五元，他们两个的用法是一样的。那在教室里面，因为我们比较常说块钱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练习元的用法。来，第一个句子练习，我有十元。用掉三元，还有七元。I have $10. I used three. I still have $7. 10 minus 3 equals 7. 我有十元，用掉三元，还有七元。第二个句子，一千元加六百元等于一千六百元。这个我们常常学到，对不对？在数学里面，加和等于的概念。第三个句子，四个二十五分等于一元。好， If you have four quarters, then it would equals to $1. 现在换你咯，你现在要用元来造一个句子，好不好？一个句子，那我先来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老师，现在是 Flipgrid， 今天我要做一个句子，关于元。五元加五元等于十元。我再说一次，五元加五元等于十元。我做完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